祈福市集搭配蔬食义卖，民众买气抢抢棍。除了为这个土耳其赈灾之外呢，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接引更多的大的一起来参与，因为我们觉得说凝聚这个善的力量是非常的重要啊。异国料理很受民众青睐，大家享受美味之余，也能共善援助土叙地震。我今天有买到那个越南春卷，有买四公饭，有买这个三杯茶，可以吃到美食，又可以做到三星的那个资质啊，很开心啊！看到很多也是不是慈济的人，都是过来帮忙这样子啊，就是看到也是有那种爱心啊，感觉很温馨哦。蔬食义卖为地球减碳尽心，也为土叙地震灾区挹注重建力量。大爱新闻蔡迪根、蔡长炎，马来西亚报道。